容祖儿的红馆演唱会不知不觉已经踏入第14场，每晚都邀请不同嘉宾上台的祖儿，这日就请来农夫做嘉宾，他们还在台上大放笑弹。我们作为你嘉宾是很需要和全场的观众负责，我们是很想跟大家说一声对不住，抱歉，好抱歉，真的四年，因为即是你想想大家，你们之前看那些嘉宾，哇，张学友、刘德华、古天乐、谢霆锋、Twins， 跟住今晚是农夫，好齐，你点算呢？真系咁多位真系好对唔住，如果吓在座有任何朋友是想退飛的話，你不需要覺得不好意思，因為我自己張飛都退了。我看到今晚阮嘉賓農夫我退了。你想想以後大家一起出來吃飯，你去了看 Joey 啊？是啊，我去了看 Joey。 你那晚什麼嘉賓啊？霆鋒咯。你呢？農夫。不過除了農夫之外，Joey都為大家準備了另一個驚喜。我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，明天我放假。今天阿姐很高兴，决定卖大包。我今天披露，你們不要告訴外面的人聽，真的不要告訴人。我跟他是同居的。不過同居同lift，是的，不過不同層，不同層，是的。其實我們真的是鄰居，我們住住在同一棟大廈。是啊，我見到他最多的時候就是在停車場的。是的，同lift就同得多了，同台真的是第一次，同台第一次，還有葵苑出席。是啊，